啊，尊敬的陈校长，啊，诸位啊，传统文化的同道啊，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我们啊，在一起啊，啊，学习师长跟随啊，李炳南老师学习的十年因缘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师长啊，他学习的态度啊，以至于后面呢。谈到他弘法的历程，那每个人弘法的因缘呢，不尽然相同，但是我们从师长学习以至于弘扬正法。他所经历的这些过程，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传统文化的学习啊，是管用的啊，学一段就有一段的受用。那我们也要善于观察，善于思维，把师长的情境拉到自己的身上来。师长那时候弘法难度很高哦，他是怎么克服的？那我们的难度跟他老人家比起来怎么样？他老人家曾经提过，像陈德，算是50岁左右的这一辈，孙子辈的，弘法的难度，比他老人家难10倍、100倍都不止。这段话呢，自己是印象深刻啊，这个也是教学的善巧啊，叫做预防法啊，静于未发之未愈啊，就像李老师跟师长说的啊，你讲的不好还好。你讲得好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后来真的遇到住的地方没有。师长不会太难受，哎呀，老师讲的真准啊。事情还没发生，老师看得很远，提醒他了，做好心理准备。后来又看到夏莲居老居士有一段法语提到末法众生，我们都在末法之中了，根钝业重，外魔内障，外在的诱惑，内在的自身的烦恼，外魔内障无人不惧，这外在的诱惑，那比起50年前不知道多多少倍啊，我们就算10倍就好了，内在的烦恼又不知道比他老人家多多少，那我们也算10倍就好，内外乘起来就100倍了。在这个时代啊，善事常易败啊，要成就一件事
好多因素啊，同时具足，其中一个不具足了，可能这个事就功败垂成了。当然纵使功败垂成了，我们毕竟是用真心去做了。莫以成败论英雄啊，不然我们很容易落在事情的得失当中。一个修学的人要能放得下得失哦。这个事没有成就，一定有它客观的原因在。我们不止不要落入得失，我们能够经一事，长一智。这一次的缘分是因为缺乏了哪些条件啊？还是因为没有胜于死？好，那下一次再有因缘，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我不能再犯那一些问题了。那我们成就事的态度能力啊，就越来越提升了。那当然师长啊，首先呢，他相信佛菩萨，相信老师。这一点就很重要啊。我们一怀疑啊，那老师就加持不上我们了。真理啊就加持不上我们了。形成障碍了。再来呢，我们看到啊，师长在弘法的过程呢，他老人家都抓最重要的关键点。他不会在一些枝枝末末当中啊，太在乎，太计较。我们自己有外魔内障啊，可能在因缘里面负责的一些人也有他们的外魔内障啊，因为我们都不是从小学的，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客观条件呢。比方说承德是弘法的人，我们对护法的人苛求太多，人家就跑掉了。我是讲课的老师啊，我是法师啊，他应该尊重我啊。我们都要小心啊，我们的念头啊，这个就变成了我们对人的要求在增长。恭敬三宝，这是一个教理，没有错啊。恭敬三宝，奉事师长。可是假如我们的心用不对了，一看到恭敬三宝，我是出家人哦，他们应该恭敬我。我就在这一句经句当中啊，堕落下去了。所以听经不容易啊，心态偏了，越听越分别，越听越执着啊。春学旧语里面有一段很重要啊，当老师的人要自重啊。不自重者啊，取入啊，会招来污辱啊，那个还是我们自己感召来的。我们都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啊。自重啊，首先是要求自己啊。到最后不欢而散的，
人家难免会抱怨啊，那这个抱怨也是自己招赶来的。所以春学旧义里面讲的啊，引学记说到了啊，言思为难。这个言字是当老师的人自己自重啊，我们把它一看，哦，要尊重老师哦，变成去要求了，这个心念可能就从这里啊偏出去了。所以自重者人重啊，自爱者人爱啊。而且里面提到自重，不是说不抽烟不喝酒，不能以这样的标准而已啊，应该以克己复礼啊来自我要求啊。实在讲啊，我们当老师的人不以这四句来启勉自己啊，要能摄受学生呢，不大可能。现在啊，光是我们不说别的，就一只手机的诱惑力啊就很强了。我们面对手机这个境缘呢，不能非礼勿视，不能非礼勿听，不能非礼勿言，不能非礼勿动的话，我们自己的心神都不够定。有时候控制不住了，看到三更半夜，隔天没精神了。开口就伤气，眼睛一看就伤神。你精神耗散太多，自己都定不下来，在上课的时候怎么摄受学生呢？而且我们一个学习者很重要的要有一种志气呀，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啊。克己复礼是孔子教给颜回的，颜回是好学生呢，那我们再看《论语》这一段，那我也要做好学生呢。我是当机者，我们没有这个心境，那这一段《论语》的教诲就不可能放在我们的心上了。所以师长指导我们，我们读经、听经，心态就是。佛是专门讲给我听的，师长专门为我开示的，用这样的心态就是法器了，能把法接住了，放在心上了。那我们刚刚分析到弘法的人，教学的人不是从小学的，也是长大学的。我们光是要对治自己还没有遇到正法以前的习气都不是小工程了。而一个人只要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他不容易傲慢，他不容易苛求别人，因为自己常常想，哎呀，还有这些呢，自己就生惭愧，不好意思的，会常常就是要求很多的，他会觉得我对他错，我高他低，才会有这些行为延伸出去啊。那我们
在处事当中都要守中恕之道啊，严于律己，忠啊，还要宽以待人啊，恕啊。现在要去成就事啊，一定是靠团队的，不可能说一个人把弘法的事做成。哎，我是教学者，那我要严格要求自己。哎，可是对于行政的人、护法的人，我要能体恤人家的不容易啊。好，那假如我是护法的人，那我要能体恤弘法的不容易啊。啊，忠恕为道不远，这句话有味道了。啊，我们真的要恢复啊，道就是真心的。啊，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呢。我们要恢复到真心下所处啊，就是时时用忠恕之道来关照自己，提醒自己。啊，因为毕竟啊，有一个惯性比较强，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其实我们每一天起的念头、讲的话、做的事，不可能只有错一两个，光是念头都不知道错几个。可是我们为什么对于别人一句话讲错，我们就紧抓着跟他过不去呢？那不是倒过来了吗？严于律人呢，宽以待己了。这样处事啊，不止不能护持正法，铁定会产生是非。所以孔子在《论语》里面提醒我们了：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啊，才会让人家不埋怨我们啊。啊，这一句话用在家庭里很重要啊，家和万事兴啊。家里面假如夫妻啊，家人之间都互相埋怨，这个家道就要衰了。啊，每一个家人每天在这种抱怨的环境里面，啊，那个能量都是负面的了。我们都是忠恕之道，体恤对方，赞叹对方，那这个家就很和睦了，很有朝气呀，因为互相赞叹都是正能量，都会觉得不能辜负了对方的赞叹啊，对我的欣赏啊，我应该要更努力啊。好，啊，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状况啊。我们是从传统文化的谷底要上来啊，不能苛责于人，而我们看到师长。他遇到韩馆长这个护法，馆长性情比较刚烈啊，跟师长老人家相处的过程，很多做法一般的人受不了啊，甚至于学生看不懂啊，还说老师懦弱啊，就离开了。我们要了解一个人这一生的道业能不能成就，最重要的缘就是我们一直的老师啊，
啊，在《法华经》里面讲到了，善知识者是大因缘啊。佛经这句教诲一看，因缘里面最关键的，所以用大。所以所谓化导令得见佛啊，因为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呀。啊，善知识他是过来人啊，他明师受戒啊，是明白的明，不是有名的名啊。我们跟随他啊，听他的教诲，看他是怎么落实的，看他是怎么表演的，看他怎么把经教用在这个时代，这个都要靠我们自己善于去体会观察。哦，所以师长他抓最重要的就是只要韩馆长护持他，让他讲经不中断就好了，没有太多的要求啊。但是抓最重要的关键点啊，我们也遇到一些弘法的人，换了好多的护法，他的心定不下来了。而承德观察护持过他们的人有很重情义的，那是好护法，但是他没有去珍惜人家特别可贵的这些人格特质，在其他地方太计较了，最后自己就走了。其实啊，一个不错的因缘我们走了，我们的福报也折掉了，我们在其中啊，应该能屈能伸的涵养也没有练成功啊。啊，承德的观察呢，越换缘越不好。所以我们有没有看懂师长这个表法，他抓最重要的。好，护法只要对正法很恭敬，他会持续护持我们去弘法，这就已经太难得了。好多护法行政变成什么，把教学都打断了啊，这边去表演一下，那边去啊秀一下，哎，孩子的学习啊都容易受中断了。所以要能容啊，要能欣赏配合的护法最可贵的地方啊。啊，不好你都包容不放心上，好你都一直感恩珍惜，这彼此的缘就越来越厚了。一个弘法的人要遇到一个好护法不容易啊，一个好的护法要遇到一个好的弘法不容易啊，在这个时代啊都要好好珍惜啊。啊，承德在学校也工作过，现在谁都不能怪谁啊。在一个行业里工作那是福报，他有那个福报。就像我们在教育界，我们真懂教育吗？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
啊，要真懂教育，那不深入礼记学记，啊，不深入诗说，啊，不深入我们传统相关教育的这些理念，我们说我们很懂，哎，不大可能。甚至于现在的一些教育理念本身，假如不是圣人说的，都还有偏呢。哦，不能说我学的是新东西就很厉害啊。哦，我们不说别的，行为主义学派，这在教育界都是必读的。他讲的对吗？他拿狗做实验，拿猫做实验，最后拿来教谁啊？教人呢？那是把人要教成什么？啊，我们把古圣先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些四书五经十三经来教，目标就是读书自在圣贤了。哦，所以我们不能着相啊，人家一叫我们老师，我们就很懂教育，这个我们还得自知啊。哦哦，就像《礼记学记》里面讲了，未普地不是学。这个教育官员要来视察学校的办学，那一年差不多两次啊，不会常常来啊，哦，不会常常派一个，哎，你们给我弄一个什么出来，这样整个教学就打断了。哦，这个我们以前都遇过了。啊，应付一个检查，啊，找来学生，啊，两个礼拜，啊，硬把个科展挤出来了，哎，来检查，检查完，那些东西呢，堆到仓库里面去了。你说学生学到什么？学到应付上面的。首先呢，我们要教给孩子真诚啊，老实啊，不是教他应付啊。所以老师也好，长辈也好，父母也好，我们随时都在教孩子啊，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做人做事，他们一直在熏习哦。好，所以我们走弘法的路，不能苛求太多。啊，只要护持的人对正法很有使命感，就很难得了。啊，假如这个护法的人，他是要用你的名啊，或者是他是要去谋名闻利养了，那这个缘不能攀。道不同，不相为谋。啊，良禽择木而栖，啊，良臣择主而事。啊，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岁月是有限的，啊，我们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啊，把
榜样啊，把它做出来。啊，虽然不一定做得很大，我们要麻雀虽小啊，五脏俱全。啊，那师长有提到啊，啊，他在寺院住了一年多，啊，感觉啊，在寺院学的东西太少了，啊，他跟呢常住老和尚请假，啊，想回台中学一部大经，啊，没想到这一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啊，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啊，拉到我们现实状况来啊，啊，人这一生希望啊，对教育界啊，乃至于啊，对这个时代做出一点贡献的，挑战就来了。哦，比方说有个朋友，他发心要做有机。每一个行业啊，现在真的要做出贡献，马上现实的挑战就出现了。嗯，但是我们不能退缩哦，退到哪？我们都了解，人有轮回啊，我们不迎难而上啊，退缩也是轮回心啊，我们就跳不出轮回了。当然不是攀缘哦，而是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们不敢承担，我们不敢突破，那这个还是轮回心了。要见义勇为，就是在这个境界突破我们逃避退缩的习气，可以逃得了这件事啊，其他的事啊，还是会再来考这个的啦。人换了，事换了，还是考我们，不能退缩。啊，一切皆考验呢。啊，看而怎么办？啊，对境若不是啊，啊，须再从头练。啊，陈德记得大学的时候还没学佛啊，看了一本书，啊，叫《前世今生》。啊，印象很深刻啊，那个主人翁是凯撒琳啊，他转了八十几世啊，几千年哦，都在学习啊，突破他的那个习气，突破不了，就继续投胎了，继续轮转了，啊，所以留了这个很深的印象啊。好，那啊，比方说这个朋友他要做有机，他就发现了，哇，好的种子找不到了，好的土壤少了，水也污染了，空气也污染了，他的挑战就来了。哦，所以《论语》里面说，事不可以不弘毅啊，任重而道远啊，弘心量要大，要把天下苍生呢放在心上，毅那也很有毅力啊，很有韧性啊。
所以我们看师长给我们表法，在这个时代要效法释迦牟尼佛不简单哦，因为佛法都被误会成宗教甚至是迷信了，我们要扭转，那铁定要百折不挠了。那我们也不责怪他人，我们不能经历一件事了开始怪，哎呀，这个他们都不支持啊，他们都违背了佛陀的教诲啊，佛陀是教育啊，他们怎么都只做精忏佛事呢？那我们又落入了抱怨了。所以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我对的也是错的啊！师长很多法语啊都是心法啊，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念头错了，要让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好往好的方向走啊，不大可能。因为依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我们自己的心念，我们也可以检查看看，我现在所面对的缘跟家里的人跟单位的人在这五轮关系上那个情况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我们得很真实去面对我们自己跟我们所面对的境缘啊，师父领进门了，修行要靠我们个人了假如这关系越来越糟，那一定要反求诸己啊！哎，我现在这个心念是不是不妥了？有偏呢，像师长这些法语啊，都是从我们心源隐微处啊去下功夫。师长说放下控制的念头，要求控制很容易起来啊。你比方。那一天有个妈妈我们在视讯的时候她就说，哎呀，我的习气啊也挺重啊但是我这个女儿她那习气也是很重啊，她女儿就在旁边了等她女儿离开了，我说你别着急他一看到我就讲这些话，那是要让我去压他女儿我也遇过把儿子女儿带到我面前，哎，蔡老师哦，鞠躬把两个头都 按下去了来来，好好听蔡老师讲话都很着急我跟这个孩子见第一次面，他就要让我跟他们面授机宜到时候连我跟他孩子的缘都搞砸了我一看这个情况，哎呀，这孩子很乖啊，哎，长得挺好先培养好关系啊才好讲话。可是当下父母自己的念头自己关照到没有，太着急了那都已经十五六岁的孩子了，你不要在众人面前去数落他的问题，你也要顾及他的面子了
都要能体恤到孩子的状态啊，不能自己一着急这些都顾不上了。我说归过于师事。那因为这一位同修我们信任也够了，不然也不好讲了。所以互相互念的前提啊，是信任要够，才不会结怨的。所以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放下对立的念头。你要顺势而为，所以大禹治水啊，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啊。他的父亲用防堵的硬跟他顶啊，结果最后失败了。你看用疏导的没有水患了，而且一疏导啊，很多水还可以去灌溉农田啊。我们很容易啊，比方说我是佛教了，就着一个佛教的像了，一听到孩子说妈，我不想学佛教了，我也想学基督教，哇，他就开始紧张了，然后开始不行啊，这样不对啊，他都没有去先去疏导，先去了解孩子的这个心的状态。看你越这样，好像你要让他信佛教，这样的心境啊，反而是让他更感受不到佛教的好了。你看父母学的佛教都是不理解我啊。他说女儿说了佛教都是条条框框啊，那他怎么会产生这个感觉呢？谁给他这个感觉的？都要心平气和去应对事情。不能我是爸爸妈妈呢，我就强势的要他接受什么。人人弘道啊。不是说我们今天把经典搬出来了，我把经典的道理讲出来了，我就弘道了。是当下的我这一念心，当下我的言行，跟佛的教导相应，这在弘道哦。当我们讲的是佛的教诲，可是我们的心念是控制要求，我们不止不能弘道了，我们已经在让孩子或者让对方对佛教产生不好的感受了。所以佛门说不能着相啊，不能着哦，我讲的都是佛教啊，我的心才是最重要的。要对孩子的善根呢有信心呢，要对自己从小给他扎下的身教敬教有信心，他去经历一些他自己会感受啊，我们何必要硬拉他一个拉他到一个方向来呢？不能呢太紧张啊，太着急啊，遇到境界的情绪做主，这样跟孩子的互动就不能入他的心里去了。要让孩子随时可以跟我们交心呢，包含学生呢也是一样啊。那刚刚跟大家提到，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这个对的呢，不是说他的行为对，是正常。一个人不可能离开整个环境的影响。所以一个人现在看钱看得很重，你不能说他错啊，他很正常啊，因为现在整个风气还是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比较占上风啊，所以别人错的也是对的啊，你不能苛责于他了，那我对的也是错的，因为我们已经产生一种高下见了。那这个心态啊，已经有傲慢了。你说要把那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用傲慢的心，我想不大可能了。所以我们看到师长他所面对的一些现实，我们拉回来，我们也有面对现实，我们也不苛责，我们都是包容体恤甚至于都是去欣赏那个难得之处、可贵之处去赞叹难得的地方，这样那个缘分哦，会越来越好。那师长所面对的寺院呢没有收留他。那现在看看也不是坏事了。因为可以跟随李炳南老师那么长的时间。所以老人家回到台中在慈光图书馆住了10年。那我这三位老师，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都受到别人诽谤，但是我没有动摇，因为我亲近过三位老师，我对老师了解。要是我们心被这些流言动摇，机会就失掉了。因为名师是我们这一生道业成败最重要的真上缘。我们一受影响，这个缘就破坏掉了。那师长在这个时代受到的诽谤侮辱也是相当厉害那我们自己也要了解自己的老师他在给我们表演什么，他在讲什么，我们都要清楚我们不能受别人的影响。好，那我们看呢，为什么师长一直提醒我们学佛要了解释迦牟尼佛，这样我们学才不会偏掉而且佛跟弟子们跟当时候的这些因缘的表演都是在指导我们怎么学佛，怎么处事就像师长这里提到的对李炳南老师
啊，有排斥。啊，我们要知道啊，达者为师啊，这个可不能分出家在家。那佛有没有提醒我们？有啊。哎，我们一看不懂佛的提醒啊，就会自己在境界当中产生分别执着啦，产生高下啦。维摩诘居士在家佛哎，啊，当时文殊菩萨带着这些大阿罗汉去，顶礼三拜，又绕三匝，要佛表演的那么清楚了，我们后世这些出家在家都要看得懂，不然都没有把正确的佛法表出来了。哦，那我们没表出来就变破坏佛法，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哦，下一段呢，雪宫作风。我在台中十年学习经教，也看到李老师的生活作风。啊，李老师95岁之前生活自理，啊，住在一个很小地方啊，38年，啊，他的薪水很高，但生活非常节俭，啊，日中一时，自己的钱都用在公益事业上面，别人供养的东西转手就送出去，自己的内衣袜子都是补丁，这到他老人家往生之后啊，我们才知道，但是李老师确实是孔老夫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法喜啊得到了。那这一段呢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因为善知识他会把经教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我们会观察就学到了。真的要让我们自己啊，一读经就完全跟生活、工作、处事、待人合而为一啊！这一般的人做不到啊！都是善知识手把手带我们，我们就说哦，原来是这么落实的。哦，人情世理原来是这么考虑的，所以各行各业的顶梁柱啊，应该都是手把手带出来的。就像我们看医道精华，那个许俊大夫也是刘义泰大夫自己主动创造机会啊，让这个学生跟随啊。尤其他去给屠夫看病啊，那个对许俊一生影响很大的。学宫表演出来了，以戒为师啊，以苦为师。生活啊很简约。孔子说是至于道，而此二一二十者未足于义也。一个读书人说立志于大学之道，但是呢对吃很讲究，对穿也很讲究，那
他那个是嘴上讲的，真的要办到不可能。所以要以苦为师。生活啊。所谓够用就好了。所以佛对于这个护持出家人说世世供养。这个饮食衣服卧具要睡啊。还有医药这四样就好了。你再多了享受太多了，他的道心反而受影响了。所以记得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有提到有出家人到了美国又有车了又有什么了结果没多久啊就被众生给渡走了。所以连护持弘法的人呢、也都要把这些道理搞清楚啊。不然好心会办了坏事啊。我们看95岁啊都是生活自理。这种涵养就是不愿意啊多麻烦别人。对人呢虽然自己的威望很高，但是还是很恭敬他人。这都是我们的学处啊。而且薪水很高，但是都去支持啊公益事业啊，别人的供养转手送出去了那这个积财伤道啊而且慈悲心会关照到很多人事的需要一有机会就赶紧去支持了因为现在很多事都挺难的他接触到了觉得很有意义的他哪怕辛苦自己啊他也会尽力去支持这些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看师长啊他们后来看到李老师这个内衣袜子都是补丁的。你说这看到的学生这一生会忘吗？我想是不会忘了。这种身教的力量啊终身难忘啊。但李老啊看起来还是非常体面哦。他是内里面是补补丁的。不是说外面补啊。外面一补人家看着心疼了又给他买新的给他。更重要的是李老很恭敬他的东西。所以那外套都穿了几十年了我们现在到纪念馆去啊看起来还是很庄严啊那个大衣还是很庄严啊。而且很重要的物质生活这么简约可是却这么样的欢喜活在法喜当中那学生看了心生向往也想过老师这样的日子那下面师长提到在台中十年老师对我的关怀在生活上的照顾无微不至。
又让我们感觉到师徒如父子啊，让学习的人，让弘法的人没有后顾之忧啊。可是在台中上台讲经一次都没有安排过我，我心里很清楚啊，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同行相济啊。这也是啊李老的人生阅历啊，他能防患于未然，而且很可贵的是师长很能理解老师的心啊，不会产生误会啊，是老师的知音呢、啊，知己呀、啊。那我们是外地人啊，到台中去的，讲的不好没关系，讲的好就有嫉妒障碍啊，你在那个地方就住不下来啊，平平安安住下来，别讲经，好好学。啊，我们读了这一段了，哎，对我们也有启示啊。啊，我们能不能在静缘当中啊，对这些人心敏锐啊，防止众生起心动念啊，能做到啊，不要让他起嫉妒心。哦，那这样这个心呢、啊，就体恤的非常的细致了。我们往往是体恤不到，哎，后面出现一些情况了，哎呀，我当时怎么没考虑到啊？哎，考虑的周到，能感受到人心，啊，防止他们起恶念。啊，防止他们生烦恼。哦，这个是尽量了啊。假如遇到大是大非了，那你他要烦恼也没办法了。啊，这个时候得出来主持公道了，不然这个团体就没有是非。啊，就是非不分了。哦，这个法都不能用错地方了。哦，包含承德读完这一段，首先提醒自己啊，不能嫉妒别人啊。再来呢，要去爱护新来的，爱护其他地方来的。他们很不容易啊，体恤他们的难处。哎，所以一件事，哎，有好几个角度啊，哎，都是学处哦。哎，你一换位思考，又是另外一个学处了。啊，我们说八面玲珑啊。啊，从不同的角度去体会一件事，我们学到这件事就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线，是整件事的全面的。能这么样去学东西，很可能我们三四十岁，哎，就让人家觉得考虑事情比较周到了。哎，再来呢，也是给我们表演世事无碍啊！所以我们讲经利用什么？到台中以外的道场啊，人家找我，我去。哎，
避开嫉妒了。啊，所以师长这个世事无碍啊，用得非常好，这是我们的学处。啊，能体会世事无碍，我们就不会常常被人事给卡住了，生闷气了，心情不好了。好，而且当下这个态度啊，很可贵啊。我去会给老师报告，得到老师同意，叫出必故反必面，老师清楚他才好指导我们。这也是对老师的一个恭敬的表现，就不擅自做主啊。其实这个习气啊，也很不容易突破。我小时候啊，常常爷爷就会骂，要大猪大姨啊。所以我习气很重。现在也觉得，爷爷以前讲的话哦，都很有人生哲理嘞。不识字的人啊，讲出来的话很有人生哲理的，因为他们有文化的传承，都传承在对做人做事的敏锐度上。我们现在书读了10-20年，很多知识记忆真的用在处世待人不一定用得出来了。所以老一辈的那都是读社会大学的，都体会很多人生哲理。小时候交朋友，也喝拍狼你还要垮，好人坏人你要会看啊，交朋友要慎重啊，就这些话呢，印象都很深。做什么事情啊，妹妹嘎嘎爱办这个做事的这个关键呢，窍门呢，纲领啊，核心在哪，都要会判断啊。10年呢，没有离开老师，任何活动事先都跟他老人家报告，他了解，他才能指导你。他不了解，他怎么能指导你？可能我们会说，那老师有神通啊，这不要那么想哦，老师真的有神通啊，他也不会这么用了。最重要的是他跟我们的互动啊，要让我们养成正确的学生态度。态度决定了成就，而不是成就以后再来改变态度。那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向他老人家请教。我们看到师长对老师这个态度，那老师一定很敢教他，全心全意教他。因为像李老这样的善知识，他最重视的就是教出传承的人呢，这对他来讲是头等大事了。哪有可能有这样态度的学生，他不尽心尽力教，
不可能。那所以我们看到师长说，一个人弘法一辈子，最后没有学生传承了，他的成就等于零。我们听师长这一段就可以体会到啊。这个法赖人传呢、不能断在这里不行啊。师长进一步还说，这样我怎么对得起我的老师啊？这样我怎么对得起祖师大德啊？怎么对得起佛陀啊、孔子啊？所以当初办汉学院，师长说的，现在求的了，没有别的，就是儒释道的传人了。师长进一步还讲，有年轻人发心呢，我给他们做护法。我们听这一段老人家的话，他那个心，我们纳在心田没有？他老人家是使尽他所有的力量啊，要来栽培学子啊。我们真感觉到了啊，听他老人家讲经啊，如平得宝啊，改往修来啊。做什么事？师长怎么教的？起个念头，对照对照，有没有违背师长的教诲？那师长老人家的随时加持自己了。而且感应不可思议啊！我们有这样的使命，要传承道统。那一念遍虚空法界。那佛菩萨古圣先贤都来护持了甚至于师长会常常在梦中点化自己所以我们相信至诚可以感通也能感召来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深入师长的经教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都可以招感来的。下一段谈到大专讲座海外传灯。师长提到我的缘在内有障碍。所以在韩馆长家里住了17年。最后逼着我没有办法到处流浪就走出台湾走遍全世界。我这个缘也很特殊实在讲有因有果。因是什么周宣德教授在台湾大学成立一个大学生学佛社团到台中去看老师看李老师社团叫晨曦社那他跟李老师是老朋友这么难得的因缘呢赶紧把这个消息传到台中那李老师也非常高兴赞叹谈得很愉快就把周教授送走了我就对老师说这未必是好事
如果这些大学生遇不到好老师，学的是邪知邪见怎么办？先入为主啊！谁有办法把他们扭转过来？先入为主的认知要转不容易啊，舍身容易啊，舍见难。老师一听到我这个话，想了一下，那就问我怎么办？那师长那时候灵机一动，就给李老师建议，就在慈光图书馆办大专佛学讲座。那平常礼拜六礼拜天可以用到了寒暑假可以办更长，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甚至到六个星期，还提供吃住。老师同意了，在他的小房间里面跟我研究课程，要讲哪些科目，请哪些人来讲，这都是事情成败的关键呢。教什么重要啊？谁来讲关键啊？你人选错了，没有摄受力了。甚至于人选错了，配合教学，知见不同，会乱掉的。我都参与。这样把慈光大专讲座搞起来了，讲座办了几十届，非常有成就。我参加了前面11届，特别可贵我们台中联社也是陈李老的教化，这个学风道风都保持到现在这个大专佛学讲座还在办呢，这个特别难得那我们看这一段师长呢能为自己的老师分忧解劳不止不能依赖老师还要赶快提升可以做老师的左右膀。这个依赖也是一个习气也是一个情执能设定早一点不让父母老师担心进一步能够为他们分忧解劳这个人成长就快了。而且呢我们从这一段呢也体会到生与死很重要。不能一觉得哇学佛好事一觉得好事的太高兴了，没有冷静下来考虑一开始重要。假如一件好事起头没有起好就很累人了。俗话说的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反过来说不好的开始就已经为这件事设下比较大的障碍了。困难了，所以古人特别重视生与死。那在大学生里学佛我们看到李老师长在这么重要的时机点能不辞劳苦
把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办起来，这个对整个台湾的学佛啊，贡献是相当大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学处啊。老人家参加了十一届，主要负责答疑，带老师的课，带了几届，自己没有讲课，这答疑可不简单了，这样呢，又没有比方说这个同学很想讲这个课，也不会跟他冲突了。再来这个李老也做得很善巧啊，第一堂他自己答，答完接下来就请师长帮他代课了。师长说到了，我离开台中之后到台北。道安法师在中国佛教会发起，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请我去做总主讲，我在那里教了四年，学生大概有几千人呢，所以我就认识很多同学，这些同学将来毕业了，到外国留学，在外国工作，他们会找我去讲经，所以我可以云游世界，缘是这么结的。夏莲居老居士有说这个汇集本呢会从海外弘扬回到国内来。我们看这么多祖师还有师长，他们的愿力交感了，这些缘都融在一起了。一个师长大力弘扬汇集本，尤其在海外，哇，人家海外都学得那么积极的，怎么我们国内不学呢？带动了。那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广结善缘呢，还是很重要。很多的机会往往都是从很习缘广结善缘呢结下来的。那李老师看到我的法缘也很欢喜把佛法带到国外去带给华侨。其实挺辛苦的。加拿大、美国那么大。一个地方讲几天。长的半个月，短的三天。又要换下一个地方了。可能不常坐飞机的人觉得坐飞机挺好的，常常坐的人就知道很累了。我们也要从中体会老人家的辛劳。而且真的听说，那师长有时候飞机一到那都有时差的。下了飞机直接到现场讲站着讲这个精神都是令我们很佩服。这是尊老师的教诲海外传灯。我每一次出国一定向老师请教。回来一定给老师报告。那时有两个老师在，
还有方东美先生。那老师过世了，我以后也离开台湾，在新加坡团结宗教。移民到澳洲之后，有缘代表大学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认识的人就多了。大家普遍关心如何化解社会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看整个社会好像问题种类很多啊。从根本上看呢，就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心坏了。这是个大问题。人心怎么坏的？没有人教了。所有的学校只教你做事。知识技能比较多。做人的教育没有了。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师长一生都相信张家大师教给他的佛菩萨安排我们看到老人家为天下苍生在着想，那个因缘很自然将他老人家推到联合国去了。所以中庸里面讲的，故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中庸用的是必得。老人家能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已经算是教育科学文化最高的单位了能把儒释道的智慧供养给各个国家民族的人呢你说这个无形当中没有各个宗教的神奇还有各宗教的祖宗在加持吗我想这个看不到的这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承德觉得应该各个宗教都在加持师长了不只是我们儒释道而已了。各个族群的祖宗也在加持他老人家。因为老人家在带动全世界各民族要感恩自己的祖先要祭祀自己的祖先。人类不能断了根呢不知道知恩报恩。这人类就没福报了。那我们看呢师长他在参加联合国会议他经历不少事我们要学习老人家看事的深度看事不能看到表面的当老师的人本末先后都要看得很准确就像师长在参加联合国会议这些专家学者
啊，当时讨论的时候，全世界有八所和平会议，啊，八所和平学院，啊，有八个大学有办，啊，那很多专家来讨论，啊，哎，用外交来化解冲突啊，啊，用经济啊，啊，用这个武力啊，探讨了很多方法，啊，后来请市长。来谈一谈，啊，市长说，你们要化解冲突啊，就跟我们中医治病一样，要先找到病根，对症下药才能解决。啊，这个是我们教学的人啊，要培养的能力，就是会比喻，因为一比喻啊，那个道理就变得很具体了，他容易感受。啊，当父母啊，当领导也一样哦。啊，还要会讲故事。啊，现在人听道理听多了，一讲道理，他好像耳朵会有一点半关闭状态。啊，你跟他一讲故事，他挺有兴趣的。啊，很自然的从事当中啊，把道理啊娓娓道，把它带出来，娓娓道来。哎，外国人一听，对哦，哎，病根在哪？啊，市长说病根在家庭，夫妻离婚率那么高，这个孩子从小到大一直看着父母的相处，他怎么跟人相处啊？首先影响他最大的就是父母啊，父母都是冲突的，他怎么去学到跟人家和睦相处呢？啊，这么一分析。这些专家觉得，哎呦，有道理啊！啊，进一步谈，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啊，是自利跟利他的冲突。啊，他们听有点不理解了，师长马上拿一个东西，啊，比方这个东西很好，你是先想到自己还是想到别人呢？哦，那对方回答，想到自己啊。哦，那你都是先自私自利，这个冲突啊就不容易避免了。哦，哎，根本看得很深。哦，包含把这些伦理道德、五伦八德讲得很清楚。啊，结果这些专家说是理想做不到啊。哎，那师长是怎么面对的？谁是菩提心呢？不止没有退缩啊，更勇于承担啊！现在世界最大的危机是信心危机啊！怎么样让大家恢复信心？得要做实验，不然人家一听很好啊，理想做不到，你拿证据来，真的做得到吗？师长的人生领悟也是我们学生的责任所在啊。老人家能领悟到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们都有责任去化解掉啊。啊，我们都有责任从我们自身、家庭、团体、学校、社区去做榜样啊，来化解这个世间的信心危机啊！只要有榜样，人家就不会信心丧失了啊！好啊，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